他因为一己私欲导致风波再起。很普通的木头，你不是会那个雕刻吗？你弄几块回去练练手。洪青林，这发财的机会可是你给我的。王站长，我看您挺喜欢这个摆件的，就送给您吧。洪青林，请跟我们走一趟。他临危受命，却面临情感危机。乡里任命你为杨子村的代理村主任。要是他去当官，那还能怎么办呢？啊，我。谁来照顾他？喂，我现在就过来。当事实的真相煎熬人心，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敬请期待方圆矩阵15集电视迷你剧《莲花闹海棠》第2季精编版第11集。莲花白，海棠香，杨柳河畔鸳鸯忙。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该多好啊！连理节，愁难断，两家争闹儿女伤。爸，我该怎么办啊？情难了，事业伤。壮志未酬独彷徨。看到你这么幸福，我是该放下了。恩怨事，勿解消。齐心协力共奋斗，我冯大人不会再做辜负你的事儿。莲花依旧闹海棠，方圆矩阵15集电视迷你剧《莲花闹海棠》第2季精编版。李海龙，我可以给你解释清楚的，你相信我。你要是敢伤害小姨，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小帅哥，那是你表嫂。小帅哥，加油。不排除患者左腿有残疾的可能。残疾？一出车祸都是因为田小妮，对不对？跟我到医院去，把离婚协议书给签了。人车失踪了，不会已装婚。小莲，你要跟海龙离婚，我就立马死在你们面前。我什么时候能上山走走啊？你这腿康复的几率不大了。媳妇，我对不起你。世上仅剩俩好，你在我面前就死。没有哪个婚姻，它生来就是和对的。哟，海龙，回来了，好点没有啊？好多了。这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和你二叔好心接你啊，你看还麻烦人家佟主任，这是。哎，怎么？这还不能下地走啊？都多长时间了？死不了。海龙回来了。哦，姨婆。好利索了没得？姨婆，他好多了。好好好。西明，咱们把海龙扶进去吧。啊啊！哎，不用了，二叔。海龙他行的。妈。对，医生说要多练习。回吧。好好养伤啊！谢谢啊，小明哥。海龙，上体坎慢点喽。哎。青梅，进屋去坐会儿嘛，尽带麻烦的，好谢谢你哟。杨桂芬啊，把扁豆的西瓜拿出来切给青梅吃。我。不用了，不用了。杨老院动工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就先走了。走了。青梅，慢走哈，有空来耍哟。哎。你怎么不用拐杖呢？啊？太危
没事吧？疼不疼？老公，医生虽然说你的恢复需要练习，但是你现在还不能丢了拐杖。你看像今天这种情况，那万一要是摔了呢？万一要是摔了，你这条腿可就真的……我给你洗脚。真没想到进度这么快，看来工期会提前了。同志们，我们刚刚在后山挖到一些奇怪的木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奇怪的木头，走，看看去。哎，这边。我们本来打算继续推进这些土石方的，结果挖到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以为是什么文物宝贝呢，原来就是一堆烂木头，当柴火呀还点不着呢。行了，大家不要耽误工期啊，继续干。哎，等一下，这看上去是烂木头，但万一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要是能找个懂行的人看看，心里就更放心了。哎，同志，黄大力不是喜欢花花草草吗？叫他过来看看吧。行，去把他请过来。哎，来，搭个手，把这个搬回去。大力啊，你见多识广，这木头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其实啊，我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一些很普通的木头。费了半天劲，就是一堆破木头。行了，没事了，大家回去干活吧。啊，大力，我看这些木头啊，造型还不错。你不是会那个雕刻吗？要不你弄几块回去练练手。如果能雕出几块摆件什么的，以后啊就放在养老院。行。不过啊，我想把这些木头和后山那些木头运到我鱼房去。我再好好选选料，你看成吗？这当然没问题。林干事，收工之后叫两个弟兄给送过去。嗯，那行，我们先去工地了。童新民，这发财的机会可是你给我的，谁让你们不知道这些木头的价值？你总算为我黄大力做了一件体事。这么晚你去哪儿？没看见啊？康复训练。康复训练？你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能多走路。行了，我送你回去吧。你还别说，也挺关心我的嘛。别装了，谁不知道我这腿现在这个样子，你脱不了干系。
没事吧？啊，走开！不要你扶。那你能不能自己小心一点？这么大晚上你一个人出来，你不分明让小林担心吗？表嫂，她是你表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得叫表嫂。我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很开心啊？啊！我告诉你，我跟小南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你，因为我。你这话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呀？你扪心自问一下，你是怎么出的车祸？你跟田小妮在一起的时候，你考虑过小莲感受吗？滚！滚！海龙，海龙，海龙，你怎么摔倒了？有事没？医生不是说了吗？空腹出气，你不能大量运动。再说了，这大晚上的，你自己一个人磕着碰着摔着，那不更麻烦？麻烦？你现在就开始嫌我麻烦了是吧？我就是个累赘，我。不是海龙，你撒手你！廖总，你干什么呀？你凭什么这样说小莲？我凭什么？她是我媳妇儿。你说我凭什么？海龙，撒手啊你！没看见吗？啊，豪车，我呢，瘸子。不是你说你都说些什么？我没事。爸，哎呦，妈妈妈，哎，过来看看，来来来，来来，师傅师傅，来，哎呦，这家里又买的什么东西啊？妈，冰箱。嗨，咱们家有个冰箱了，怎么还买一个冰箱呢？哎呀妈，咱家那个用了好多年了，换换。嘿，老李，你最近是不是赚了不少的钱？你给家里一会儿买这个，一会儿又买那个的，而且全都是大件，前后加起来得上万了吧？哎，可不是嘛。爸，就没有。前些天有几个老板在我那儿订了些盆栽，我赚了点。哦。那还是要省着点花，将来你个燕子啊，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把钱都花在这上面，依我看，你倒不如多给燕子买上几件好礼物。爸，买了，听见没有？买了。哎，大力，拿给我看看呢。妈，那个我也不知道燕儿喜不喜欢，让她给你看吧。燕儿，送给你。这是什么呀？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提前祝你生日快乐。我都不过生日的。看看，钻石项链，这得多少钱呢？这不是钻石，就是水晶。挺好看的，那放着吧。燕儿，要不我给你戴上吧。好。同志，我大力掉好了。哎呦，真不错，大力手艺真好啊！你看，一块烂木头，经大力那么一捣鼓，有模有样的，不错不错。
那我先走了。来，大力，谢谢你。来，王站长，请。哦，哎，这个摆件是你们的？啊，这是我们在建养老院的时候从后山上挖出来的，当时我看造型不错，让人给动了动，出来效果还挺好。确实很好啊。哎呀，让人爱不释手啊。这边是，这边是。哎，好，王站长，请坐啊，请坐，请坐。欢迎王站长再来我们村指导工作。啊，好好好，那我们就走了。同志们，这个，王站长，我看您挺喜欢这个摆件的，就送给您吧。哎呦，这，哎呦这，小童啊，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哪能收啊？不贵重，不值钱的，您收下吧，收下。那我就不客气了。小童啊，你的工作做得可真仔细啊。王站长过奖了，我工作方面有做得不好的，还请王站长多多批评。哪里哪里，小童，你的工作做得已经很好了，我很满意。那我们就走了。哎，好。来，王站长。啊，不错不错，那您慢走啊。哎，那王正长还挺喜欢那摆件，反正也不值钱，就一块烂木头。什么话？怎么了？我身头有点抖，不舒服。我送您上医院。哎呀，你不走，我走会儿就好了，公。来来来。那您先坐着，我给您倒杯水去。真的没事啊？没得事，走会儿就好了。来来来，你也来走嘛。啊，爷爷走了都怕有半年了，你心头还恨不恨我？爷爷都已经不在了，恨有什么用啊？你好像都要满30了，啷个还没得女朋友啊？还没遇到合适的。我听说你喜欢过独眼儿的，你是不是还放不下那段感情，不愿意有新的开始？不是，都已经过去了。独眼儿毕竟是结了婚的，有些情该放下的就得放下，有些人该忘掉的就得忘掉，不然呐，害人害己。我明白。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噻？谢谢熊伯伯关心，都很顺利。嗯，你是不是还有啥子事情？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准备到工地上去转转。那我都走了。您真的没事啊？没得事，你请吧，你请吧。啊，辛苦啊，多注意安全啊。那块
来，快说这个。就这个。你好，请问童新民是在这儿吗？对。童主任。啊？园长。你就是杨柳村的村主任童新民。啊，我就是童新民。请跟我们走一趟。哎，燕姐。呀，黄毛！哎呦，天哪，你可不知道，我这正缺人呢。你就说你要回来，真是太及时了。哎呀，太及时了。哎，燕姐。呀，小陈来了。哎，燕姐。来坐吧。哎，对了，黄毛，哎，你有没有听说童主任刚刚被警察给带走了？为什么呀？具体情况吧，我也不清楚。反正这回肯定是出大事了。什么事儿？你风风火火的。老头子，你听说没有？童新民被抓了。为什么抓人？哎，大力。哎，妈。那个摆件不是你送给童新民吗？哎呦，现在听说是什么名贵木材，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妈，我哪知道。自己来，没事。燕儿，我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乱怀疑你了。大力，我觉得你变了。其实我一直都这样，我就想对你好。嗯，对了，上次你送我的项链我很喜欢。喜欢就好。你怎么没戴呢？太贵重了，我怕弄丢。嗯，大力，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手头突然就宽裕了，变得特别有钱了，好像。这哪有啊？我这个人吧，没什么追求，就是爱显摆。就拿前段时间给家里面置办的东西来说吧，就是爸妈喜欢，我就买了。还有，就是你那项链，其实它不值什么钱，就几百块钱。你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那项链有一万多呢。大力，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担心，我怕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毕竟咱们是要过一辈子的人呢，燕儿，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不管我们以后有没有孩子，你记住了，我黄大力会一如既往地对你好。
你别走，我都出到五位数了，你还不满意啊？我的婚你都看到了，最低这个数。哎哎哎，你别急着走，你手上一共有多少？要多少？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只要价钱谈好，其他的都好说。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呢？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你给钱，我给货，两不相欠。哎，清明，马乡长，哎，回来了，哎，走。情况怎么样？警察说，我这段时间不能离开杨柳村。你这个情况啊，的确是比较麻烦。不过你得相信组织，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他们说，如果我能找到证据，证明我确实不知道那些木材价格昂贵，可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了。你那个摆件不是让黄大你给雕刻的吗？要不你让他给收收。算了，黄大力平时呢是喜欢摆弄那些花花草草，但是他对木材认识应该还不够，所以我相信他也不知道那些木头那么值钱。再说了，东西是我送出去的，理应由我来承担责任，我也不想节外生枝。你这个人呢，处处为人着想，也为难你自己了。今天找你来呢，还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商量，你不要有大的思想负担。组织上是相信你的，也就是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了，还你一个清白，咱们再回来开展工作，这样也不至于在老百姓那里造成什么影响。我看，你就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休整。奶奶，我都已经写好了，待会儿我拿着倡议书去村委会、去工地，让大家签字，证明童新民的清白。哎，世军、慧芬，你们也来签一个吧。我们才不签呢。这是帮新民的好事啊，你们怎么不签呢？我怎么知道童新民是不是清官好官？你哪只眼睛看到他贪呢？你不说话，没得哪个说你是哑巴。都是我想说的，是大嫂让我过来签，我才说的。Hello， 你也来签个名嘛。姨婆，这什么呀？这是证明童新民清白的倡议书。哦。我说，你们一个个都出来签字了，杜小莲呢？这杜小莲怎么不在上面签字啊？不用管他，他去镇上开会去了。你怎么知道？这难不成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姨婆，我先回屋了。妈，别说。小莲，乡里任命你为杨柳村的代理村主任，以后啊，我们就得叫你杜主任了。其实啊，你不用这么大的压力。即便是你不当这个代理村主任，也会有其他的人来上任。所以，我们大家支持你，理解你。我只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会伤了新民哥的心啊。哎呀，真是祖上积德了，到了小莲这一辈啊，当上官了。待会儿啊，你就给小莲打电话，让她早点回来。哎，还有，把大力
燕子都叫回来，咱们好好庆祝庆贺。好好好，待会儿我去把海龙接过来。接他干什么？哼，反正小莲早晚会跟他离婚的。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老说丧气话？本来嘛，是他对不起我们家小莲，现在又成了残废了。等咱们家小莲当上村主任以后，哎，那事儿一多，他的心思啊就不会放在那李海龙身上了，慢慢的他就想通了。哎呀，干什么？你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这回怎么了？哑巴啦？半下都踹不出个屁来。姨妈，这事儿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说凭什么杜雪莲这丫头片子让她当代理村主任呢？啊，在杨柳村再怎么说也应该轮到我李世军呢。就是，你看现在海龙也躺床上，要是他去当官，那海龙怎么办呢？啊，谁来照顾他？大嫂，你说呢？小莲能当村主任本来是好事儿，可这时间不太凑巧。如果他能不当，最好不当。嗯，至少可以有时间来照顾海龙。不行，我得找乡党去。这谁的决定？这是，我非要让他们给我说个一二三。等等，你李世军要是有那个能耐的话，都不会一天待在这儿怨天尤人的了。哟，姨妈，你怎么是胳膊肘往外拐呀？小莲是外人吗？反正我不管，他杜小莲姓杜，又不姓李。现在他们杜家得了势，这以后我们李家估计在村子里边就没地位了。他是姓杜，但是他嫁到李家来了，那他都是李家的人了。你们一天只会在那里怨天尤人的，还没得哪个想一下去关心一下同性恋。童新民当村主任的时候，给了你们好多好处。你们那个都叫典型的过河拆桥，人走茶凉。哎，海龙，你干嘛呀？这是，来来来，坐下坐下。小心别伤了腿。海龙，你要干嘛？我。喂，张大婶啊。啊，你儿子跟你儿媳妇又吵起来了。哦，行，我让李干事马上过去。什么？李干事已经被你儿媳妇骂走了？行行行。那我马上过来。来，彩龙，你说你刚才要干嘛来着？啊，我想喝水。啊，行，我去给你倒。喂，哎，张大婶，你别哭呀，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过来，现在过来。哎哎哎，海龙。我有急事儿，我先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你是黄大力吗？哎，我是黄大力，警察同志，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童新民的事你应该知道吧？知道啊。童新民的那个摆件是交给你来雕刻的。是是是，是我做的。我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
我要当时知道这个木头这么名贵，你借我十个胆儿，我也不敢瞎弄啊，是不是？那雕刻总有剩下的木屑吧？哎呀，这剩下那些木屑，我当垃圾扔了，我不知道有这么名贵。那我们再随便看看吧。行行行。现在当个代理村主任不得了了，是吧？吃个饭还得打电话请。喂，小莲呀，你回不回来吃饭呢？忙啊，哎呦，再忙这饭总得吃吧。那好吧，那我挂了啊。姨妈，小莲说在镇上开会呢，不回来吃饭了。那好，我们开饭吧。来，姨妈，海浪，你多吃点啊。哎，这小莲也是的，一天到晚不沾家，也不知道在外面陪哪个领导。这要我说呀，我们家呀，还找了一个有能耐的媳妇回来。其实吧，这女人呐，最好不要当官，特别是长得漂亮的。太容易招呼你爹了。姨婆，慢慢吃啊。没有的事儿，妈先放宽心啊。妈，吃饭去吧。海龙，怎么吃嘛？高四宝。哇，好烫！海龙，妈说你今天晚上陪我吃饭，我煮的面条。不想吃。怎么了？这是你在外边没有吃饱，饿死我们的。你别玩了，赶紧吃吧，凉了不好吃了都。我跟你说，我不想吃。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不高兴了？李海龙，我每天在外边上班也很辛苦，心也很烦，你别一回家就给我脸色看好吗？是，你有本事，你辛苦，你忙，你要不想回来，你别回来呀，你啊，没事非要你回来。李海龙，你到底怎么回事嘛？我听说你没有吃饭，一回家赶紧给你煮面条。你到底还想要我怎么样啊？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李海龙，你怎么能这样呢？啊？小莲知道你没吃饭，心疼你，特意给你做了吃的，你就这样对她？我的事你管得着吗？啊！你到我屋来干嘛？啊！出去！你别以为你这样子不对你怎么样？我小莲一直全心全意对你，你还要她怎么样？啊！这是我媳妇儿，她对我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我对她怎么样又关你什么事儿？但是我看不上你这副德行，不就是瘸了吗？但是全家人哪一个嫌弃你了？
是你自己在嫌弃自己。洋洋，你试试，你来试试。他啥在唱？有啥子事情好吵的？姨婆，没事，就是个误会。啊，对对对，误会，是误会。王开平，你看这屋头乱成啥子样子？你个当妈的也不先管一下。我，娘，你要还是个男人，你就自己站起来。成天欺负自己媳妇儿，你算什么本事？洋洋，你个鬼猴儿！不不，哎，你还有事？你喊你来！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我过上手，家务事的不。哎，奶奶，奶奶，走走走，滚回去！你松手！哎，奶奶，奶奶，松手！走走走！哎，奶奶，走！奶奶，松手！哎，松！你干什么呀？一堆憨货！咱在那看啥子看？快回去睡觉！快走啊！寒吃萝卜淡操心。哎，你又在这站着看啥子？走，回去。哎，奶奶，快，奶奶，走。海龙哥，碰我，杜小兰，咱们离婚吧。珍惜一下你的眼前人，好日子在后边。小妮，啊，回家。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对我。爸妈，小莲不在房间。什么？莲花白，海棠香。莲花白，海棠香，杨柳河畔鸳鸯忙。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该多好啊！连理节，愁难断，两家争闹儿女伤。爸，我该怎么办啊？情难了，事业伤。壮志未酬，独彷徨。看到你这么幸福，我是该放下了。恩怨事，勿解消，齐心协力，共奋斗。我冯大力不会再做辜负你的事儿。莲花依旧，闹海棠，方圆巨阵十五集电视迷你剧《莲花闹海棠》第二季精编版。在故事中，我们看到这次的行贿事件是因为黄大力的小心思隐瞒下了阴沉木的价值，阴差阳错下害得童兴明卷入行贿事件，被带走调查停职了。然而事件发生后，黄大力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帮童兴明洗清冤屈，反而再次隐瞒下真相。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黄大力在这件事件当中的关联必然会暴露出来，黄大力又该如何自处呢？另一边，担任了代理村主任的杜小莲事务繁忙，无暇照顾车祸后的丈夫李海龙。而对李海龙来说，腿部严重的伤势，终日只能待在家中休养，让他的心里极度不平衡。再加上此时洋洋又十分殷勤地围在小莲身边，各种焦虑与无助都让李海龙开始渐渐迷失了。那么这对小两口又能否抵挡住这一次次命运的重击，渡过难关呢？敬请期待我们的第12集故事。